啊 ，H。彩灯。辛苦烧，辛苦烧。H， 快 ，H， 爱你，爱你。H。给他放到工具房吧。小狗，走了。我有点想把这个彩灯给还回去。还回去吧，然后等它长大一点再把它放出来，那狗就没办法了。然后它会说：“你要再追我，我就飞了啊！”我觉得不行哎，他俩。彩灯，彩灯，没咬坏吧？啊，没咬坏吧？哎去！捣蛋鬼，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王老师，我把彩灯救出来，放到那个鸡笼里面，然后放到那个大棚里面了。没事，它骑在笼子里会安全感。不许进去，知道吗？